眼球失控，视力模糊，恐是癌症找上门。29岁一个年轻的帅哥，他觉得怎么突然视力很模糊，这只眼睛看着我，可是这只眼睛跑掉了。你意思说这样？是类似这样的，他其实就是叫第6对脑神经麻痹，详细做检查。我看他的条，他居然就是鼻咽癌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